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杜朗跟随员今天上午10点钟由外交部北美司长王孟显陪同到中船参观，由中船林副总经理接待并且做了简报，然后他们参观了中船的修船跟造船厂。美国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雅德跟国际处大表艾伦伯格，由中船公司产业工会秘书长蒋德坤陪同，上午参观了中船，由中船刘副总经理接待，并且做了简报，还领导他们参观。